9月13日星期三，澳门天主教圣安多尼堂祭品会在当日朝早7:30弥撒和下午5:30弥撒之后，向教友和有需要的人派发面包。圣安多尼堂主任斯铎里仁浩神父表示，派面包是每年9月13日都会举行的活动，这个传统亦都是来自堂区主保圣安多尼。神父又说，祭品会的全名是圣安多尼面包祭品会，在19世纪已经成立，更加发展到全球各地都有祭品会。神父说，我们拎了所派发的安多尼面包之后，不是就这样吃了就算，而是可以引申到另一种意义。所以我们收到这个圣安多尼面包的所有兄弟姐妹，你们一定要记住一下，收到这个圣安多尼面包的时候，谂起我们自己身边的有些困难的兄弟姐妹，都是我们学习圣安多尼神父，我们怎样帮助那些困难的兄弟姐妹，我们一定要默想一下，也都是为他们热心祈祷。这个是真正圣安多尼面包的意思来的，我们大家一起实践一下，努力一下。